买了也买不停，但总比有一点是一点。你这一个月我就看了你一台机器了，这个。别说话，一台也比没有好，没有办法。主要是还是 S 卡的。嗯，我也不想买。加油啊！再不加油，吃不起饭了。双十一剁手了，太多了，我下个月就别吃饭了，算了，减肥。行吧，这拍的。行吧。行。你忙去吧，谢谢。嗯，打得很好。这都错位了，刚才一动。为啥？这个猫太浅了。好看。手机拍不出来，累不累啊？举了三分半了，累。你不会暂停啊？不行，我要给它展示一下。我中间还停了半个米，30秒。双十一都买啥了？嗯，什么都买了。太坑，买了太多了，下个月工资全用来还花呗和信用卡了。一个月工资？嗯。出去机票，我把这个本藏起来。